那我又再重建一个地图进来，好，这样子比较好处理。嘿，选地形，好，那我现在开始要拉伸一些区域。那为什么我们要用 Terrain System 而不在 Mesh 里面做地表？哈，第一个在 Mesh 里面做地表，你没办法这样子加那么多层地贴图，啊，你也没办法这样子画。可以啊，勉勉强强，如果透过vertex color 作为遮罩的操作的话，我可以在 mesh 里面做出两层，一层地面，一层土，然后一样也可以用刷的，一样是这个地形，但是就只能做到两层。那做到这么多层，就没有办法，好，所以第一个是这个需求，好，另外一个呢，光泽给它一下，另外一个呢是。去看一下它线架构，离你近的面数比较密，离你远的面数比较疏。好，它会自动做 LOD，好，自动改变面数。如果是 Mesh 的 model 进来，地形 model 进来，没办法做这个操作，好，它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，除非你去启动那个occlusion 的计算，就是裁切的计算，OK。你倒选的，好，那我们可以，你可以先画颜色，再画地表，可以或先画地表，再画颜色，这没有差别。那我现在想要让周边的山都高一点，所以我可以先拉远一点，先鼓起来，不管了，这边都鼓起来。那因为我的设定最高的高度是35，目前啊，刚刚去改了之后，所以这个已经到35就会变这个样子。所以这里要回去修正一下，我的最高高度可能可以到100，这样又太高，100可以，周边也低一点点，因为我要在中间种村庄，所以我只要需要中间的区块，那在中间我就去选择。大概是几公尺的高度试试看，可以。好，整一块地出来。好，现在应该很明显看出整地的功能在做什么事情。好，可以。中间就有一个。地面足够我来种一些，我们要换一下这种笔刷来做压下去。再回来这边，好，那尽量避免一种状态，就是现在有发生的这里，接近垂直的峭壁这边，这种峭壁呢，我现在也可以讲一下，就是单纯来讲。如果你生成了这种结构，它表面的贴图一定是这个样子，表面贴图一定是这个样子，你换任何的 texture 来画都一样。我再加一下，哎，这刚刚加过的没错。再加，这边还有一组。这个看起来像是岩壁，然后把这张改成好，如果你自己做比较好，就是你去找那个有确定是。用来做 normal 的图会是最好的效果。那现在我只是暂时的利用这一种方式来制作，而因为用灰阶转并不是最好的结果。等一下，这张它没有切过，选到它 editor texture，应该是这一张，对，刚刚拉错 normal。那如果呢？你对这个岩壁画这张图，事实上还是拉扯，
这个无解，唯一的解决方案呢，你可以看到我画在地面是 OK 的，画在岩壁上是不行的。那这个的唯一解决方法是靠，在 Maze 里面去制作岩壁的 model， 然后拆好 UV， 拆好 UV 拿来这边做填补。那密度当然要一致，就是贴图密度，你要算好那种一公尺的物件在这上面多大，然后才能做这样的一个处理。我把它处理一下。光线，就显示卡的驱动方式有点奇怪，没关系。然后中间泥土补一补，泥土旁边有一些是沙地，也再补一补。那沙地，既然这里是沙地，意思其实我就打算把它挖下去。按着 Auto 键挖个水池，好，所以水池池底再涂一下别的颜色。我们还有一个可以用，这个，好 ，Mud Rock 就是比较土的泥土的泥岩的，光泽度高一点。然后拿这个去涂池底，这个，中间涂的明显一点，边边随便刷一刷 ，OK， 好，那我就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地表 ，OK， 好，当然细节你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调整，好，那既然有水坑，其实我们先丢个水进来了。水在 water， 好，选 water 4，因为我们这不是 pro 版，所以没办法开更强的，但我们现在只能使用 water 4，把 prefab water 4 advanced 拖进来，好，那就有一个水面在这里，然后移动，把它塞进水坑里面，它如果有穿帮，你就要修地形，把它找出来，看它的位置，好，你要放在哪里。所以这个水差不多这样了，这个高度。好，那对，如果你要让它水再多一点点，就是再去修。按着 Shift 压下去。好，可以这样子做，让这个边缘是，再调整一下，那地形就有了改变。好，太锐利，平滑一下。好，那这里就是我们目前简单可以编辑出来的形态。好，那至于地表的植被，通常来讲呢，我们会种树、种草。那除了种草以外，其实我们还会种一些石头。好，所以石头的话呢，我会觉得同学可以去 Asset Store 找Props 3D 的 Props 就是零件。零件的意思，那你可以找到，直接搜寻，不要钱的 props， 然后再直接输入你要的关键字就是 rock， 好，那就会有很多免费的石头，你可以下载来使用。好，我会下载一个，比方说，看看下来一个。都是免费的。等一下，不是这个，这个面数太高，它是 high quality 的，太高面数了。Rock Pack 好 ，OK 这个，好，那你就把它 download 下来，好，然后安装就会有石头可以用。好，当然你要自己在 Maze 里面做，你要把那纽泽西护栏弄进来也可以，待会我们会讲。把我们的建筑物还有我们做的树弄进来，好，这边就把它安装一下。